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相机世界》栏目，我是唐丹。今天呢，还是由我跟张强老师一起为您讲解2017年全国团体锦标赛的对局。对阵双方呢，是由北京威凯建设队特异大师蒋川执红迎战陕西代表队棋协大师李小龙的一盘对局。嗯，这盘棋开局呢，双方走的有一点奇特。对，是叫飞象队。对，这个足底炮。对，一般先指鹿呢，对方走足底炮。对，飞象呢也走足底炮呢。看来这个来自陕西代表队的这个李小龙啊，对阵蒋川大师呢，是想走点布局上的，啊，新战法。对，这个炮二平三呢，唐丹你见过吗？没见过。这个比赛有人下过吗？这个我印象里边啊，嗯，特异大师啊，这个原来代表吉林参赛的这个陶万明啊。陶特大原来走过这个棋，对着胡荣华，哦，跟胡老师下过这个炮二平三，早年了，大概要在一二十年以前了啊。嗯，这时候棋呢，就是说黑方呢，就是先摆这么一个炮，然后将来肯定是要跳边马。对，至于它是形成过宫炮还是左中炮，这个也不得而知啊。总之呢，这也是一个啊散手战脱离棋谱的这种打法。一般最常见的哈，嗯，主要是过宫炮啊，啊，中炮啊，视角炮，或者拱卒，对，骑马这些都特别多。对付飞象也走足底炮。顺便我们聊一下，其实啊，在布局当中啊，应付飞象的，对，反而是黑方选择最多的一种，因为你当头炮，你的目标很明确，对，那么黑方正招只有马二进三，马八进七，啊。还有炮八平五，嗯，那你说猎炮炮二平五算不算正招呢？也有，但是少见，但是感觉还是稍亏啊，因为你双方同行嘛，对，顺炮嘛，虽然说双方都有炮，但是呢，咱俩这个阵型有点相反，对，咱俩这个都是一顺边的。那飞象局反而是这个硬手最多，硬手比如说飞象当中哈，嗯，黑方。炮八平六、平五、平四、平三都可以啊。炮八平三也可以啊。对，金钩炮，金钩炮啊。当然说的是不是绝对那么好？对，那就是很精确的说法了。嗯啊，当然这个不是特别好，但是能不能走也能下。对，甚至平边炮啊，它也可以，两边都可以啊。但是它两边走的性质就不一样了，视角中炮。那当然说这么走中炮也容易吃亏啊。对，这个呢相对来讲正点，这个呢偏点，但是也能走。也并不说一步棋就把棋走输了，这个变化还很多。对，两个炮都走了好多步了。对，嗯，三棋卒都可以哈。对，还有三七象是不是也可以？三七象都可以。嗯，这个马二进三，马二进一，马八进七，马八进九也都可以，没有说的绝对不行。对，只能说相对的是否最合理、最为精确。所以说，走飞象呢，往往是容易将棋局导向这种阵地战。对，然后这个双方呢是拼斗这个中残局的实力啊，这种想法的人还是居多。对，那黑方炮二平三呢，啊，确实呢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希望让红方这个脱谱，尽快让红方没有预料到我这个。那这招棋呢就是容易脱谱，但是蒋川呢，现场呢他想了想，他还是把棋就走回棋谱啊，他又走兵七进，这样又还原成呢。这个先指鹿最近流行的一个先指鹿对足底炮，然后红方选择飞象的变化，对，所以说你走飞象的人呢，也要对其他的阵型呢有所了解，因为有的时候就要转过来，黑方马二进一，红方跳马。那走到这儿呢，一般来讲呢，黑方既然选择跳边马，就是应该继续出车，对，出车啊。这个象棋呢，它往往是非常连贯的啊，就说你的思路要继续。然后战术呢要得当，对、啊，这个呢你不能说，这个我怕对方如走哪个变化就避开了，对，所以说，这个来自啊陕西西安的这个业余好手呢，也是棋协大师李小龙呢，他就选了一个炮八平五、嗯，这招棋呢，要说战术上行不行呢，倒也可以说马马虎虎，对、啊，也是有很多棋手下过这个变化。但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还是考虑黑方这个时候应该居一平二、啊、对，他居一平二，最近红方走马七进六这个变化很流行，对，所以他就先还中炮，
对，那马其顿变化就走不上了。对，那走不上呢，那红方就多了一个马进八，这招棋红方也势在必行。对，好，这样黑方这个，因为这个阵型叫能顺利，我们简单把它称为这个五七炮阵型吧。对，五七炮。它这种棋呢，一个炮瞄你中兵，一个炮瞄你七路马。对，红方不能够乱走，啊，走不好马上就丢线。比如说，你想当然跳马，那这一他再捉，你马进六走不上，你再出去，对方这冲卒那坏。对，红方这个棋顷刻之间，这个棋就这不说下来就是好事。对，没有先手，方这个走，他不仅没有先手，这个棋还是亏了。嗯，啊，这个帕尔平三这步效率就走到了。对。所以马二进三不能。当然说红方这个时候他也可以先去有什么，你去骗他炮八进四，那另有变化了。嗯啊，所以他平中炮呢以后呢，红方呢总体来讲马进八呢这个思路是正确的，还挺积极的。既然你车不出呢，我就要把你封住，那我中兵是不是放弃呢？那该弃的时候就得弃。对，还打一将，然后十四进五，然后一个马八进七。等于这样呢，双方就是离开通常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谱了。嗯，红方马二进四，拐角马正的。红方呢挑正马和拐角马呢是有差别的。嗯，他最主要挑这个拐角马，目前来看它比较安全。对，对方呢来不及去攻它，因为这个马路总是通畅的。嗯，另外呢，如果你挑这个，对方一走这个，他将来出车，他是先手。对。所以红方呢，这个时候呢，跳拐角马呢，就要相对来讲比跳正马呢更显灵活，啊。实战他是走炮五退二。嗯。就是。这场戏你怎么看？你觉得炮五退一好还是退二好呢？他炮五退二就是，我感觉他就是想让自己的子儿更安全一些，以后什么飞四象三进五、十四进五啊，车一平四这样能出来。对。嗯，他炮五退二呢，也是，就是。就觉得有点想要更稳健一些的看法，那是不是炮五退一更积极一些？然后是，对，就是打破这个红方这个八路线的这个封锁。对，嗯，我觉得要是给我走的话，我也更愿意选择炮五退一，因为这招棋呢，嗯，就强制你必须走马八进九。对，他这个也需要登了以后呢，我是根据自己的，嗯，哈，这个需要是炮三退一还是炮三平四，嗯，然后将来我两个车都可能随时亮出来。对，车一平二，车五平八都有这个通道，应该走炮五退一。这个从棋形上来看，是应该退炮打马。但是他炮五退二的意图肯定是想更稳健一些，总是觉得这个巡河炮，这个对巡河炮嘛。这个地方呢，嗯，就是退炮呢，他是想稳健，实际上造成了这个棋局的过于保守。嗯，啊，从思想上来看，他保守。对。从这个招法来看呢，他使自己棋局。这个子力呢缺乏活力，嗯，他不好再舒展，啊，对，他可能炮推以后，这个中兵还可以冲起来。对，是的，嗯，红方这个时候兵九级啊，他抓紧那个把这个车将来准备杀出来。对，然后黑方车九平八，嗯，然后红方，一般来说呢，红方是可以考虑走马四进五或者车平四啊，嗯，不给对方呢这个充足的这个机会。对，但实战当中呢，红方。就是故意弄险的，给了对方一个卒三进一的机会。对，他强行走一个车九进三。这个棋呢，就是蒋川这么高的水平呢，嗯，他肯定一定知道对方卒三进一的这种手段。对。但是他故意呢露出这个破绽，就是想让对方呢，嗯，走这卒三进一呢，这样引起双方的这个对攻。对。那么今年的这个全国团体赛呢，嗯，男队也是有三十多家棋队报名，啊，包括一些行业体系。对。啊。包括这个一些这个省市，当然以省市自治区啊为主要的，像有一些比较边远的地区，并不是每年组队参赛的这个队伍也都来了啊。你像这个青海啊，这个像西北的这个什么宁夏呀，哈，这个全部这个参赛啊，还有新疆派了两个队伍。实际上新疆呢，一个是自治区队伍，还有一个以新疆的选手为基本的那个中国石油代表队，哈，对，因为那个新疆有一克拉玛依石油嘛，啊，嗯，这个有好几位象棋的高手呢，都在克拉玛依那个油田工作，所以这个那个地方呢，就等于代表中国石油呢也组了一个队，对，所以今年参赛的呢，队伍是比较多的，对，啊，也是最近几年最多的，
主要原因呢，今年这个，今年跟这个7月份这个第13届全运会有关。我们象棋也是时隔快40多年之久，然后重回。没有没有，上一届是87年，87年八七年三十我年，还30多年，快40年是吧？快四你十说的年也靠谱，对，快40年之久，我们象棋又重回这个全运会项目。今年这个全国团体赛呢，女子是前13名，男子是前15名，然后有这个进入这个参加全运会这个决决赛的一赛个对，资格。全运会呢就是这两个队伍再加天津一个东道主，对，天津然东道后主2支队，男的16，女的14，将进对。行这个群众比赛项目这个金牌的专这业个组决赛，对争夺。今年的全运会呢与以往全运会呢不太一样，因为这一次的国家体育总局呢也是对这个全运会呢进行了这个大力的改革我觉得呢最主要的中心思想呢可能就是扩大了很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项目，除了保留那些纯竞技的体育项目以外，比如这次一共增加了19项，因为这个会议好多位都去参与了，比如说这个大家知道的龙舟攀岩乒乓球、羽毛球它除了乒乓羽毛有专业的比赛以外，它还增加了业余组，对，我们象棋也是啊，这次专业象的，棋设了7块金牌，对，专围业组，棋、然后还有业余国组，际象棋。还有国际跳棋、桥牌，这跟我们比较近的四棋一牌。当然，其他还有好多，比如说海模、航模，还有这个有一些就是说，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的这种竞技项目，它也是为了拓展这个参与全运会的面儿。但是这个金牌的争夺呢，与这种纯竞技的呢略有区别，它给加了一个前缀，叫做群众比赛项目。但是说，这个象棋、围棋也好，到底算不算群众呢？它也有群众的，也来源于群众本身呢。当然，今年最主要的全运会有这个业余组的这个参赛，是，对，然后业余的人数这还要个。居多。对这些，象棋的爱好者们啊，也可以去参加这种业余比赛，然后来看看有没有机会来参加这个全爱运好者会。只能去先打那个预选赛，对，预选赛。然后再比较优秀佼佼者代表省市呢。可以参加全运会对，不管怎么样，也是有这么一个机会。对。那么针对这个棋呢，我们再回到棋盘上来黑方呢就是刻不容缓就走了一个卒三进一。他要不走的话，也不能看红方这个车八平五马四进五也是不肯的，这招所棋以呢直接是就正冲确，兵。就是说的，黑方呢要想办法打开这个封锁局面。然后红方马马八八进进九，九。黑方想炮三级，因为又登卒又登炮，黑方只能先逃炮。当然，红方不能拱，红方这个时候马九退七，把这个兵登掉。一般我们讲这个下棋子不立险地，实际红方这个马呢，这个位置是非常危险的。对，他这个登完兵以后，这个马现在是暂时动不了的。一飞就动完，拖死了。对，一飞这个炮，这打着这个一闷飞弓呢，呢。红方这个马呢，如果回来的话，它就有车八进五什么走，对，都是丢子车一的平危二也是险。先手。这个棋呢，就说这个马是很危险的。那这艺么，高人胆大呀，这走对，的。但是蒋川呢，就是强行呢，登到这儿了。那他这里到底后边藏着什么棋？他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我们稍后呢，将给大家呢继续讲解这个双方精彩的对局。这个棋呢，就是黑方呢接着实战走呢，就是走象棋进五了。象三进五，对，飞了一个三路象。因为我为什么随口一说就象棋进五呢？因为我感觉这棋黑方必须要象棋进五，飞七路象。因为常识性的招法呢，我这个象保着这个马，这个马暂时呢它会有一些潜在的这个危险。那象棋进五呢，这边象呢又没有什么太大毛病。我估计他走象三进五的意图，也是一直想保留着四四进五、车一平四这种出大类车的这种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呢，确实呢把他耽误了。飞这个象以后呢，等于红方后来这个战术手段呢就非常严厉了。对，如果他再按实战走车九平五，那就那就飞差掉。多了对，这个马主要这边马还是有一个保护的。大家看一下实战就能明白，实战实他战象三是进五，飞象三进五。这个象飞的方向有问题。对，
结果红方呢，这个防守就是决心呢，嗯，准备弃子抢攻。对，黑方这防守就增加了难度。对，嗯，这个棋呢，作为红方来讲，确实走的还是比较凶狠的。对，啊，他根据这个形势的需要，啊，这个蒋春特大呢，就采用了这个弃子抢攻的这个战术。那么蒋春特大呢，就是说，他呢是在2009年哈，到2013年，嗯，这四五年间呢，就是等级分一直排名全国第一啊，应该说那几年呢，也可以说是他的这个巅峰的这个状态。但这两年呢，随着这个年龄的加大，因为蒋春今年也33、34岁了，后起之秀呢，像郑维彤、王天一呢，他们也在不断的这个啊追赶。那么蒋川呢，还依然保持了比较好的这个状态。在去年象牙比赛当中呢，他取得了哈是净赚7盘棋的这个战绩。今天团体赛呢，他下的也不错。蒋川打第一台，嗯，啊也取得了6胜3和的好成绩，在我们北京威凯队呢，也是既是第一台，也是得分最高的人。当然后边的几台棋有时候下的不好，或者配合的这个得分不巧，最后的名次呢，也不是那么理想，但是说的作为蒋川个人来讲呢，发挥的呢还是非常出色的。对，全场胜率第一位。对，另外呢，这个蒋川呢，还将在这个，我不知道我们这节目什么时候播哈，就是在6月18号呢，将在这个吉林啊，这个龙辉县呢啊，这个进行呢这个一对，啊一对26，26人的这个盲棋的这个挑战赛。对，他就说挑战这个吉尼斯纪录。对，嗯。应该说盲棋呢，这个蒋川我也跟他多次这个交流，确实呢，这个26盘呢，也是人类一个啊不断的一个又一个高峰。因为上一个这个25盘呢，是由这个党匪呢在新加坡啊创造的。那么他今年呢，这个蒋川呢也是得到了方方面面这个大家的支持吧。他准备在这个吉林呢，这个创造1对26的这个记录，像或者说向这个记录发起攻击，到时候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关注对这一赛事。嗯，那红方平局以后呢，黑方这个马必须要吃，对，不然这马7进5，这登中卒也是对，没办法，你反正这个马早晚得飞，你不吃的话，这个棋就更亏。对，他实战就象5进3，红方平棋阴，等于红方用这个一个马呢，破掉对方一个象。另外呢，也有一个国兵参战，嗯，应该说整体价值呢，还是啊有所值。对，黑方这个炮还得就是他炮三推二回来。那红方这招棋至关重要的。对，这是一步非常精彩的走法。这招棋这走上呢，最大的好处呢就是什么？他这个车马啊失跟了。大家我们看啊，就刚才如果黑方飞7象，这个棋黑方就不是很怕。对，这就是可以直接车平二出来。对，这个马有跟。对，所以起初呢，黑方这个象3进5呢，嗯，确实呢没有考虑到这个环节。这样飞3象给了红方一个炮8平9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陕西代表队呢，这个今年呢，这个也是在陕西省啊体育局的这个重视下呢，这个参加了这个全运会这个选拔，应该说这个也派出了这个省内哈就像比较高的这个水平，边小强啊、这高飞啊等这些当地名手。对，这个当初呢，这个因为陕西队的这个领队这个田大姐呢，我们也很熟悉。嗯，她是每年呀，她是省也都几乎这个不管象棋团体赛，但是今年呢，都是协会出资来啊筹措资金来组织。嗯，她说今年呢，这一看有全会选拔，对，所以省里呢也是相对比较重视。所以今年团体赛真的是竞争激烈。对，陕西代表队也不错，今年以这个团体第13的这个名次，嗯，然后成功的打入了这个全运会的决赛。就说，嗯，啊，嗯，就说前15名的选手，嗯，就是前15名的队伍都会派一名选手去天津呢角逐最终的全运会的那个啊单项比赛的金牌。对，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黑方炮三推二，炮8平9以后就不太好应，炮8平9一拉，嗯，黑方这个棋就比较犯难了。这都子儿都暂时动不了。黑方呢，临场呢，就是想来想去啊，想不到好办法了，嗯，因为他感觉飞象看着红方这个兵啊，也要前进，好像制止不了了，嗯，这个动作很快。对。然后他呢，就索性，哈，与红方抢一下这个速度。嗯。他平炮一打车，那红方这个车肯定要出来。对，啊，正好车1平2。黑方车8进4。车8进4。嗯，这样炮又打兵，车也吃兵，那么红方呢？
正好下兵。顺着下兵，这个也是正确的。嗯。啊，黑方呢，这个其实这种走法一般来讲是损的棋。肯定是浪费先手。啊，嗯。这个损呢，就是损失的意思啊。嗯。这个《易经》上，这个经常说这个字，嗯满招损嘛啊。嗯，但这个是平炮呢打车等于你本身没有什么作用，等对，于让红方这种车呢顺势出来了，所以这是损失先手。但是对，他为了抢速度，所以他在所不惜了。嗯，但是呢，同时也是给自己的棋呢这个加重负担，对，啊，这样你看红方他随后他又走了一个炮平三，对，下得很老对，练，我也不着他急。如果要是平兵呢，他可能觉得对这个马压力不够大，啊，将对，来让对方可能会被炮九平五再给他安上一个炮，嗯，他为了这个二路车加速投入这个战斗呢，他走了对，一炮平三，这个也很及时，就是把二路车呢活跃了。将嗯，来可以根据需要车二进六、车二进七啊，这是最直接的攻击两个点。对，车二进六呢，往往是第一杆，因为嗯，可以吃卒对，啊，可以压马，但时机成熟呢，就可以直接车二进七对，啊。黑方这个正好也吃不了兵，吃兵这炮三进四还打着兵，对，打车打象，这个象也很厉害。另外，他车二进五一别，基本上把这个炮就别死了啊，对。把这炮困死本身少一个象，如了。果子力再被找回来，那就那就亏大了。对，很黑麻方烦。炮九平七啊，那红方就走得非常简洁啊。这个对，象棋当中啊，经常有嗯，简洁的手段。对，实际，这个词儿我还专门查过啊，他呢，嗯，简洁也是一种美。简洁，对，嗯，啊。简明有力，有时候我们写评注啊，对，他呀就说很多事情啊，由简化繁，嗯，嗯。由繁化简，就是把复杂的事简单去处理了，这个反而也是一种高超的能力啊。对，所以说呢，你看起来简单，实际并不简单，对吧？红方这个少一个子，他也还是不担心，还是也就对，我就对子了，他。嗯，就是说什么呢？是通过了这个巨大的这个运算和判断以后呢，对，他感觉现在他这种优势呢够赢，对，或者说的他能够向比较理想的目标去出发，那他现在。才会采取这种啊。所以该简明的地方呢，他简明呢，这是恰到好处对，他现在多一个兵，然后又多个象，对，然后红方呢走嗯，车二进七，然后黑方这也只能马七进六跳出来，对，红方。车五进嗯，三，一看将。对，这个地方呢，到了一个关键，黑方嗯，到底怎么补？啊，主要这个马还你丢着，先补士肯定是不行，就或是因为这个简马单丢的，了，对，那红方吃回来车二平九，吃回来红方又多兵，嗯，又多象，就是可操胜势了。对。很基本上就那黑是方很呢，就难走挽的，回局面，如果走象棋进五嗯，呢，他最担心的呢，就是红方啊，就是车五平四。啊，车五平四，嗯，那这个象也是没办法逃了，它很难补。嗯，如果你平车保，那红方可以对，下兵，大摇大摆的这个兵下，或者车二平四都可以，车四退一啊，都是先手。那十四进五，也必须要走，因对，为先他走还一要个，防止车二平四啊和对。车二平五两招。那车二平五吃象的话，我就这，说简单的话，红方就嗯，可以车二平五，对，那你只能马一进三。那可能马一进三，赶紧登兵，嗯。嗯，这样转换，红方少子不好啊。红方可对，以把这个子呢吃回来。那黑方这也可能只能炮三平一，对，尽快就简化局面，红方把它对掉，嗯，黑方只能吃丢方，局面，车一将，这个将很重要啊。啊，然后再吃回来，这个呢就是象棋呢，就嗯。说有时候你看将与不将，主要看这个有没有借用。对，这个黑方可能要想求和呢，就只能先对。然后再把边兵吃掉。这个棋最主要，红方有一个车一将，然后车退一步，正嗯，好这个马憋得没有地方，因马，为你过车保，他马四进五，你也没有用，你对，早晚要退，退他车五平才能再扫兵。哦，就下成车马兵对，对车马俩这个士，棋呢，最主要是黑方少两个象，对，而且将来要少兵，少象少兵的情况下呢，这个棋就很难和对，啊。这个残局是很难防守。对，好，我们再把那个。那这个棋其实可以这么简化，红方就是很简明的这样一个获胜。对，所以他这个进车吃马的时候呢，他这个棋呢，他就是比较痛苦啊。我们刚才说的他是车五平四，是吧？
还有红炮，红炮在这拉着。对，他这个象棋劲舞飞不起来，也是没办法。那他支持又不肯，那他只能马六退伍。对，马六退伍，他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啊。这样，然后红方是。红方是七平八，平七平八。他准备下兵了，这下兵捉死这个。对，主要这个车马被拉住了，这也挺痛苦的。是，然后黑方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李小龙啊，走的也挺有想法。对，他想走一个闪击啊，然后呢，这个争取能够有简化或逃脱的机会。他也走了一个炮台平兵，他故意把这个马走没根儿了。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肯定要收马，你不收马，我马就那马一退三，马一进二都行。那红方只能打马，这个没得选。然后他再炮一平五打车，对他想呢，利用平炮打车的先手呢，把这个炮再擒回来。对，这样子如果把子儿得回来的话，这还可以对少当然这个是呢，是一厢情愿的走法。对，如果黑方是这个卒变成是一个象，这招棋就可以。对、但是呢，恰好这个棋呢，蒋川呢临场呢非常果断。他抓住了这个对方啊取向这个特点呢、就采取了强硬的这个措施。对，结果这个棋很快就锁定胜局了。他走车五进一，直接弃车。对，一个车换一个马一个象。对，因为呢等于又加了一个方法，飞掉。因为黑方这个窝心炮呢很差，一飞他车一吃。这个窝心炮啊，如果你这个车立在这儿啊，他就跟窝心马一样，窝心马的道理一样，完全一样，他也动不了嘛。对，虽然他是炮啊，但他这真的是动不了。他比马略微强一点，就是说将来如果能对上车，炮能向前拓展。对，车在这儿就好，还能对一下。对一下呢，然后炮能够拓展。对，比马要强这一点。这个地方他砍炮呢，他也合不了。砍炮，因为红方还有两个兵啊。对。所以他先走车一平三。对，他车一平三。下步能对车，那蒋川不给他这机会，马上下兵。对。对。因为这个兵呢下了以后呢，黑方就彻底给他断掉这个对车的机会了。那么这个底车早晚会至少有一个车呢不是不能动，那红方有好棋走，黑方实战台长车。这个棋还挺有意思，这个窝心炮。啊、对。这个这个特殊的局面确实是。这个陕西代表队应该说这个都是一群啊这个业余的小伙子组成的。对。这个最终也是非常不错了。那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由四维特大这个组成的上海队啊，上海金外滩啊，上海金外滩队，那个都很厉害的。但是呢，最后也是打到第16名，包括我们这个北京威凯队也很紧张，最后一轮棋呢是战胜了这个对手，啊，战胜了对，才将将的这个啊拿到这个前12名的这个门票啊。对，不然的话，如果最后一轮赢不了的话，可能前15也不一定进得了。所以今年的这个团体赛还真的很争夺非常激烈啊。然后福建队也是，那个福建队这个小华兄见着我，王小华见着我说，我们这边戏了，你们要赢，你们赢我就可能把我们挤出去了。对，但是最后他们福建队呢也如愿以偿记住了第14。所以说各队呢前6名争夺激烈，这个前15名也一样激烈。对，所以大家以后也期待一下这个全运会这个专业赛的赛事。然后红方这平兵，主要这个中炮真的是走不开了，然后他又捉一捉，然后平，然后他车一平二，对，马四进五，这儿红方呢就等于对黑方可以不理了，对，走到这儿呢，黑方看呀实在下不下去了，就索性认负。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没得走，将来红方马五进七，马四进五就可以这个把车吃回来，对，两个车都没什么作用，对，好，那有关今天的这盘对局呢，我们就为大家呢讲到这里。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以及对我们这个栏目的支持和关注。好，朋友们，再见。好，再见。